新的目标又达到，让我可以再朝下一个目标再前进。差异最大的就是我觉得是待遇。在 Future 的时候，你做一些事情，大家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要带那么多人？你一个人就好了，来参加比赛，而不是带个球拍、带桶球就可以来比赛。那赛大家就开始比较开始进入一个正式比赛的感觉，有很正规的线审、裁判，然后球童每一场都要有，然后很正规的一个比赛环境。设施就不用说了，所有的就是最网球最高级的殿堂了嘛，很多都是很完善、很正规的，大家都是一定要很专业，大家都是有教练、有防护员、有训练师，大家都是很重视这个比赛，都是为了看你这个选手、看你的表现，然后看网球，就是为了网球而来的，不会有太多的其他很杂的事情，就是很单纯的，大家就是为了看球。因为参加了第一个嘛，我当然希望之后的目标就是四个全部参加过，然后慢慢如果有参加过，希望能再多赢几轮吧，目标慢慢上去啊，最后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能够赢一个大满贯。Hi, my name is Vasek Pospisil, and my dream is to win Wimbledon and after my tennis career be a rock star. 大家好，我叫李光英，我的梦想就是打到 ATP 前100。My dream is to be top 10 doubles player in the world. It's definitely to be the best I can in doubles.我是杨宗桦，我的梦想是能站在四大公开赛的舞台上。